好了，今天这支影片呢是要讲六款不一样的卸妆油。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会做一个实测，这里有六条。好，上面一一有说明了，就是上面这两款是 Etude House 的，然后呢，这两个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，左边这个是 Softy Moon， 右边这个是 DHC， 然后这两款呢是在宝雅或是屈臣氏里面会买得到的，专科跟利 A 的，那叫开架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测喽。那这上面这个棉花棒是我已经滴好的，那第一支这是 Etude House 的，这支呢主要它是上面那一层是透明，下面这层是蓝色的，已经快被我用完了。其实这款它卸眼妆其实还蛮厉害的，那我们就开始看咯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这一支 Etude House 大概是来回十次会完全干净。那现在该第二支，这是 Etude House 的 AC Clear Up， 然后这支是属于水状的卸妆露，这是给一些可能会长痘痘的啊，或是比较容易塞毛孔的人可以使用，然后我大概来回大概3到5次，它就完全干净，有看到吗？完全干净，会比那个油性的还干净，所以还不错，是这一瓶。然后这一瓶大概价位是在，差不多200-300块。然后这两罐都是韩国制的，现在是要用日本制的咯。然后这一瓶是 Softy Moon 的，然后是现在排第三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了，来回十次就是很不干净，而且已经用很大力了。所以如果要把这种眼线上在眼睛的周围，其实要出很大的力气，这对眼睛都不太好。所以呢，现在是要用第四个，这一瓶是 DHC 的 Deep Clear Oil，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现在上完的状况是这样，好像状况不太好。这款其实还蛮热销在日本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实测起来好像感觉不太好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要用的是右边这两个开架式的，这个是蓝色，这罐是专科的。然后其实在网络上也很多部落客在说这款，就是便宜又好用，大概不到100块就可以买到了。看一下第五个，这个我写日本字，这个那它是属于比较膏状的，那我来试试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其实它效果还不错，就是还有残留一些可以用的，而且还完全干净，就是还蛮干净的。好，再来呢，最后一罐，这罐是利 A 的，然后它是属于也是一样卸妆蜜，这两罐都是卸妆蜜，对，这两罐。好，那现在来试试看最后一个利 A 的。好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我出用力一点，10。好，我用了11下，然后它的干净程度就现在看到这样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脏。所以我现在是用干净的化妆棉把它擦过去。好，这是已经擦过的样子，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呢，我们来排名一下。好，
现在已经改变顺序了。现在如果用出来效果比较好的呢，就是前面这两罐，便宜又好用。这是 Etude House 的 AC Clear Up， 是属于青春痘多的人可以使用。这组也是主推，就是青春痘，因为它是一系列哦，它有两罐，一罐是卸妆的露，然后另外一罐是化妆水，所以它是一系列的，可能有五个程序可以购买这一组绿色款。然后这个是专科的，专科这一组就是99块，大概每一个应该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卖，所以可以买来看。它就是流水分离还蛮厉害的一组，对啊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以上的就是说明这样。